赖同学想要查情，民众最先想从这里下手，查一下赖啊，会看的是赖吧。 同讯人体随时热线抓包机会高，但一名人妻发现先生的赖贴图使用记录中有许多暧昧贴图，像是拥抱、拥吻、送飞吻，甚至还有 kiss me， 自己却从来没收到过。查找对话也没记录，只好上网求助神人。贴文一出，网友分享查情秘籍，想隐藏的秘密竟然原形毕露。只要在LINE主页的设定点进通话，把LINE图对标签改选通话，底下的列表出现通话的符号，再点进去，里面就是通话记录。跟谁来电，花了多少时间，一个都跑不掉。四个简单步骤救出通话记录，反而让神对话现形。LINE有很多的设定，大家比较不知道。这个功能呢，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透过 LINE近期打电话给了谁？有的人就是做了亏心事，有心要查，其实多花一点时间都还是藏得起来了。科技始终来自人性，找出同联记录或是抓奸找到眉目，但变掉的感情恐怕未必能回到最初。就综合报道。